哎，hello，走走走，谢谢谢谢。你是？不要装了。对啊，还有一个吧，对不对？啊，两个。啊，两个，还有两个。对对对。啊、对。你要先。先上去啊，可以上去。真好，六健身时刻，小心到，哇塞！我这个这个，哦，没有哎，赶快来参观一下，好好那个，对啊。里面是群众付费的，是不是？好，群众付费跑谁的？是，是，是。哦。然后外面是群众付费，那个粉丝群，对，那就是那个苏我奇。不一天啊，没办法，人家那么大，人家那么……哎，Kevin。对啊，这个。对啊，是哪一个的？我忘记了。哎、欸，这个那个啊，所有他弟弟啊，哦，他弟弟呢？对啊，哇，就是跟头他的车差不多贵了，真的，都两都一台车，对啊，对吧？对对，二十六声道，天花板九支，啊、嗯，好，对对对对，我猜。跑车了，对，里面都跑车了。那前面主声道也是上面三只，左中右跑车了。那下面有两个钉，哦，在后面有两个钉，总共四个。是是，哦，15寸钉，对啊，所以就很好摆，家里很好摆啊，超适合你，有没有？出了32，哦，他们出了，他点一个，这个比较点一样，就是你一直喊很赞那一颗，嗯，好，来听看看吧。要买的坐这三个啦。对，那我坐后面，我要坐，那我等旁边。那没有人敢坐了。真的好像心里要变你的传送效果好好好哦，对啊，你又心动了，对啊。现在是 S7T 搭 R5C， 对，然后这是 R4S， 是是，然后这是 R5B， 哦好，是 R4B， 对，那重低的话现在是前面两只，一个是 D15寸的，是单十五寸，那这有一个。D212是双12寸，是双十二，双十二推晚的，我双十二比十五寸大哎，对，比较高了，哦哦，推晚，这个大，它两个都有自带电脑，是十五寸是开孔的吗？还密闭的、啊？他们都是密闭的。哦，好好，可以打字。我再大声一点，对，我们觉得不够大声，太对对对，太清淡了，
对对对，没有证的。他们这些都重口。推满双十二，单十五，哦，单十五啊，都密闭式的。然后前面两颗 S 七 T， 所以我们现在是听 S 七 T， 哎，对，就是一对一颗四十几万那个，嗯，中置是什么？中置是什么 ？R 五 C，R 五 C 哦，哦。那不过现在中置是用那个群诺五十六声道后级做桥接。是400瓦，交接之后变800瓦，所以我们现在是用听到水闹斧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先听到。对，十六升大三十二。你说后级是前级三十二。哦。哦。哦。然后一万二，它不就跟那个一样，当年的一样。对啊。当年是这个。对。因为过目增益是多少？1.0。这是灰木，对不对？这是10瓦的，对，它算抗光木。上看光的，这样几寸？135。哦，但是那个，但我觉得你这样比较大。那他坐很近的，他150嘛，对不对？他又坐那么近的，会有人怀疑吗？对啊。放大，所以其实不用升级，就往前坐就好了。Now, I know that sounds like Barnum humbug, but I have 100 bottles. All the shine of a thousand spotlights, all the stars we steal from the night sky will never be enough. Never be enough. Tell me something, girl. Are you happy in this modern world?对对对，正空间。其实我觉得坐旁边就感觉就有环抱文档，那不错，中间已经很棒。对对对，就旁边低频在打的时候，裤管都会卷。对对。再跟三十二升结合在一起。对对对对对。这个好不错。如果那个环境大到像这样。跟老公说我以后要买这个。高音，他有的那个。提高音的那个声音最低度太高。它密度是很高，它密度很高。然后它的中音是那个碳纤维中音。哦，两颗上下两颗，上下两颗，哎，碳纤维中音，这是中音，这皮高音，哦，哎，这中音，哦，这中音的，对，哦，
那这个呢？那是低音，这低音啊。哦，哎，这是 5.25 吗？对。哦，那就跟那个一样。我以为是中音哎。哎，不是。哎，中音是这两个。我以为这是中音的。这两个小小的。是是。中音这么小。中音这么小。对。这个的话，是后级。哦，后级。哎，前级在下面这一台。它也是400瓦。啊，这两只才。没错，60几万，才六十几万。我们现在价值观都怪怪的，听起来都觉得还好。才六十几，对。我们只要听什么人生啊，人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放个蔡琴，来蔡琴可以，蔡琴听个吧。听说这个听的菜很棒。16声道后级。16声道，我没看过16声道这么多。对啊，来看一下。那新的。哇，16，比他的8声道后级还小台。这个应该是。哎，为什么他可以做这么小台？为什么他是两？这个是。他也是两个电源线的。这是第二台。哦，难怪。难怪这么小台。他讯号线不太一样哎。啊？讯号线不太一样。对，他说那个什么上 C。这个。哎。对啊，他没有讯号线。连接。哎。他电源也是分上下两条。对。对。哦。双电源。对。哎，他的讯号线怎么做这种哦？对啊。哎，所以要前期要支援这种啊？对对，一定要。哦，好酷哦！好的去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你，怀念从前，但愿那海风再起。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。我觉得还不错，音乐比剧院强。真假？剧院也很棒啊！我觉得三频都很均衡的。我是说剧院，你不会，比如说跟家里面比，你不会觉得非常多。哦，懂。音乐就觉得音乐差，确实差很多啊。音乐就差。而且他那个演唱会渲染效果很好哎。对。音乐就差很多了。是谁？像他这个去听那个杜兰朵也很棒哎。那现在是纯两声道。是谁？那音很大。我觉得它空间也不错了，这彩台湾大嘛，不对钱。对，带回家有没有用？你看这空间够宽的，够宽的。我们下一个讲是叫你这样的规划。哈哈哈！在撩动琴弦，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。其实他穿透也不错，他还可以表现到你身上、里面前。剧院，没有钢铁人啊！钢铁人，怎么叫钢铁人？就是真的钢铁人吗？没有听过，还没，我也还没。你看，26了，对，哦，保鲜道，对，哦，你这个听错了要讲哎，这个就给人家一个 demo 用的了，对，这是 demo 用的。哎，我们听一两段要不要？对，听进来了。好啊，都进来了。哎，要凑商品。我还找人来做钢铁人，我是要找设计师。
那你这 PlayStation 在现在卖的好吗？就是其实他们已经跑了蛮多了，已经蛮多了。竹本应该搞到很多了，蛮多的。台北、台中也很多，很多台中的。啊，大部分都买。我听说最近台中有接到一个全32声道全部用这个。威德。32声道。对对对。全套，他连天空砍路全部都用。他好像也是要用32声道，他要那台。应该1500万跑不掉了。没有没有了，其实是我们就是赚的不够多。我现在价值观都怪怪的，听起来都觉得还好。他声音有那个 KQNK 那种冲击感，对啊，但是他有亮感哦，高级感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没错没错，他有冲击感跟亮感。我跟你讲，你要亮感跟 JTR 比不一样，是是是是是是是。大家冲击感很舒服哎、欸，对啊，是是是，高音在哪里不知道，声音哪一边啊？我们重口味的，我刚刚加一下，那坐在前面，其他声音我听不到，那高音干嘛？对啊，你听这个应该太单薄，不会很够，那个打得蛮深的，就是他那个什么散弹枪有冲脸的感觉，对对对，不错。不是这个喇叭，对啊，剧院跟音那个声音都很棒。我觉得音乐很强，难得的天赋。对，好吧，要走了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喽，谢谢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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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为音响展也只有展两声道，没有剧院啊。结果新竹这边居然有全套剧院嘞，刚好是啊。对啊，太难得了。谢谢，哎，谢谢哦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哦，拜拜。我靠，其实我都把接手了。哎，影片就收尾，别来拜拜一下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了，谢谢了。